是否能流通佛像啊？包括买卖、出售佛像啊，是不是触佛身学啊？这个的确是需要讲清楚啊。流通佛像啊，买卖佛像可以啊，这是属于流通啊，没有过失。出售佛像不是触佛身学，触佛身学是什么？是把这个佛像破坏啊，而且呢是恶意破坏，这个等于触佛身学。如果无意的，那是有过没有罪啊，不小心把佛像呢，或者是碰到地上啊摔坏了啊，这个不是有意的。这是过，不是罪，啊！如果是恶意的，讨厌他，啊，嗔恨他，故意把他毁坏，这个罪是等于触佛身学，啊，买卖，没有这个不包括在这里面啊。